你多大了？2700年。你这么大年纪，你还寻人娶妻？本君本无意婚娶，今日见你更是不愿。这成婚之事恐怕有点急。有多急啊？很急。难道昨晚的天象？小人将是星辰之灵，情绪异动，就会使心灵颤抖。快，本宫要去九霄云殿。天后娘娘，您茶还没喝完呢。喝什么茶？没听她说吗？很急。她为何要将族事戴在头上？诚心出我的丑吗？寻找，嫂嫂这是故意的吧？啊，对，故意的，吃醋，吃醋了。好，弹得响。完了，我说的弹得响，他一定生气了。少点空心，你还真是…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听我狡辩，你听我狡辩。还成功了？他原来是什么呀？王比。你尝尝，甜不甜？速速把它变回去。这怎么变蓬松来着？一光轻快，他天天给我惊吓，我还要给他惊喜是吗？辣木烟花，只为你放。我还想让你教教我呢。既然这样，我就给你开个小灶吧。情在上，我轻声唱。还要给他惊喜？别怕。你为什么如此心急，直接扑到我怀里？本公主的习惯是主动投怀送抱。你说你一出现，那本君愈发的不像神君了。任凭娘子差遣，哎，我现在每时每刻都想跟你在一起，现在一天半日都见不到，本君要亲自见到你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日日等你下雪实在太假了，连不到我都只能把你送出去。这个呢，小米糖。哎，这个呢，你儿来的轨迹。星空霜花宛若你我，八月一整天夜色，贴近越不舍。你的私心岂不就是招来落尽？你不就是想让我多陪你一会儿吗？不过是才值得，我们在天际降落，人心还翻动，握紧你的手掌，这会永不滑落。璀璨，霜花才是这夜空的原地。